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口吐莲花》，表演者张九龄、王九龙。给您换一场啊！哦，稍微有点矮啊。这郭麒麟这个儿确实不高，喝不了了啊！哎，刚才跟他走一对脸，差点踩死他！我，别瞎说、啊。谢谢您啊！哎，这个游轮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哎，马上就要回去了。回程的过程当中呢，这是德云社给您奉献的第二场相声大会，哎，特别的精彩，也是最后一场，哎，特别的高兴。您各位这两天玩的也比较辛苦，都输钱了，哎，什么叫都输钱了啊？这话我就不爱听，这话真的啊。您各位也比较辛苦，才去这个地儿叫福冈啊，日本，哎，完了去这长崎，嗯，回到家呢，马上上船再听场相声大会，咱们就下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多好、啊！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对，有这么四五天吧，也挺想家的。回到北京呢，还得去德云社的小剧场演出，哎，三里屯、哎，特别的开心。没准您就常听我们，多来，哎，我们爱说相声，您各位呢爱听相声，对，往这儿一坐呢，您就是开心快乐而来，哎，高兴。我们站在台上呢，也得做一个自我介绍，哎，您说一下，哎，因为这什么笑的海洋啊，是挂的人家郭麒麟老师的名字啊，人家专场、啊、哎，人家郭麒麟站台上您都不了解我，那属于什么呢？装孙子啊，对不对 啊？属于是客气，装孙子，属于是客气。别这么说，咱们助演的人呢，咱们没名气啊。张九龄、王九龙，是我们是德云社九字科的演员、哎，小演员。哎，刚才您看那个贺春师哥站在台上，人家介绍过了，云鹤九霄，龙腾四海。他说了，我们是第三科的，名字里带一个数字九，哎，都属于九字儿。为什么要区分这些入这个字儿的时这个不同的字儿呢？主要是区分一下入学时。之间的早晚、哎，您拿我来说吧，我今年岁数并不大，多大了？24岁，哦，本命年呀、啊，哎，对，是这样的，我是94年生人、但是我来德云社呢是在1973年，对了，在这当中啊，有相当一段的黑暗期，对，你一直属于黑暗期，我跟你说啊，不是您94年出生，嗯，来德云社什么时候？1973年。不是那时候您还没生呢，那时候家里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啊，对对对，确实不太放心。主要是你爸不放心。哎，我是07年来到德云社，07年连学带演吧，有这么10多年了、比我时间长。哎，人家你是哪年来的？我是96，你是96，96年生人啊，对，96哪年正式的入的德云社这个团伙团队。2010年，2010年、哎、招生学习，哎，连学带演吧、咱们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都在努力。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个相声演员啊，要求就比之前要高了。怎么呢？起码来说，多才多艺，这是必备的吧？哎，就是什么都得会一点。您拿我来说吧，他各位，我就有自己的才艺。什么才艺？我才艺，我会变魔术啊。我会变魔术。什么、啊、我会变魔术。你要会变魔术，昨天你不至于输那么惨，你知道吗？你那不能变，你少给我提点开心的事儿行不行？你喜欢那荷官吗？这人你看、我会变魔术。变魔术，我当然各位，我给你变一个魔术好不好？给我变一魔术。哎，我通过我魔法的力量，我能让你忘记你是一条狗。我你看，你说什么？我通过我魔法的力量，我能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不是，你是不是狗？不是，你不有病吗？你是不是狗？谁是狗、啊？我能让你忘记你是一条狗，你是不是狗？谁是狗、啊？你是不是狗？我不是狗。你看忘了，你看这，这忘性很大。我什么我就忘了？哎，这是开玩笑。谁跟您闹了？正经的是有魔术的，正经是有魔术的。什么魔术？哎，给你来一个近景魔术，好不好？你不用给我来，你给各位表演，给各位来一个。因为前两天我也来这个剧场看演出了，哦，啊，他们也有那个近景魔术，我们都是同行。哦，你跟他同行、啊、对，我给你来一个啊。哦，你来了，我瞧来一个啊。近景魔术讲究互动啊、哦、您各位要是感兴趣，咱们可以一块儿操作啊、哦、一块儿学他啊、哎、主要为了挽袖的，就是把食指手露出来，哦，对不对？显示哎没有任何夹带。好各位注意看啊，各位看得清楚。哎，近景魔术非常的炫 啊，有没有 LED 什么导演？没有、啊、来，您要是抱孩子抱住了啊、别害怕啊。这跟抱孩子有什么关系？变魔术，这两个是食指。我认识，我认识。我先发发功啊，各位。我还发发功。都别害怕啊！都别害怕，都别害怕。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是癫痫犯了是怎么着？您那，你哆嗦什么？把我的力量集中在食指上。哦，力量都在食指上。嘣一点就中了，哦、这就输50。对不对、啊？集中在食指上。啊。哎哎哎哎，走！哎，这就是魔法的力量、啊，好厉害，好厉害！哎，这还可以做减法。哦，减法。走，哎。哦。走。哦，这加法。行了，行，16乘法，行了。哎，怎么样了，王叔？您这不怎么，那我们大伙都当傻子呢。您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是您来这老闹，正经的各位有真能耐。什么真能耐？哎，没有真能耐，敢站在这儿胡说八道吗？那您说一说。有真能耐啊，叫中国的戏法，戏法，古典戏法。您介绍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传统的一门艺术门类。您说一说。他们穿的这个大褂啊，跟咱们外表一样，但是不叫大褂啊、嗯，叫夹袍。哦，过去都叫夹袍。哎，他们里边有夹层。嗯，您就记着一点，各位，他们变那个没什么新鲜的。怎么呢？为什么叫夹袍啊？变出什么来，身上都藏好了什么。哦，您的意思是过去那个变戏法、哎、变什么在身上藏着。他们手里边啊还有一个手绢。你可别拿错了、啊、还有一个手绢，他们管这叫袜单。袜单，这是从满语音译过来的、哦、满洲话。哎，袜单、拿这袜单一挡，里边有夹袍，就开始往外掏东西。哦，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啊，您试一试，把挡住了、嗯、是吧？您都见过，拿出一顶帽子来，见没见过？这帽子放裆里，哎，夹袍里边吗、黑色的帽子，夸往这一放、拿这袜单一挡。一会儿看现场小朋友多，拿出一小兔子来，小兔子放到帽子里，好，对不对？拿这袜单一挡，夸拿出一个鱼缸来、哦，但这个鱼缸是空的，没有关系，哗，满了。哎，没听说过，都能来，都能来。那鱼也活不了多长时间，鱼。鱼就淹死了。再赶上这位有糖尿病，你说可怎么弄？对，甜水养鱼嘛，关鹤柏能来这个？关鹤柏，嗯，对不对？这个您就记着一点、嗯，以后您再出去看演出，谁一上来，各位，我自幼学过古典戏法，哦，别信他的，这都是骗人的。记着张九龄一句话：变什么身上带什么，都藏着。我就会这个小把戏，这真会假会，很简单嘛、哎、很简单 ，so easy 啊，行了，对不对？当着各位都说到这儿了啊、嗯，楼上楼下这么多人，当着各位变一回。各位不爱看，各位爱不爱看、啊、你看看，好，人都爱看，抱拳的老铁们 啊您是干嘛来的？抱拳的，嗯，变这个啊，就变这个，就是我各位想看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今天变不了这个。怎么呢？因为我这个不是夹袍，我身上没藏东西。哦，身上什么东西都没藏。对，我没藏东西。我跟您这么说啊，张老师，您老师，您啊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得您有能耐了。什么都没带，对，你没带，你大掏出来才显能耐。你哗，你呱，你这唰，你，对不对？你随哎，想不想看？对，你随便，你哗一下子、啊，你对，你试试。全给你兴奋的、啊，我不兴奋。好吧，好吧，好吧，我没带着。你随便。我不能脱裤衩子，裤衩也行，也行。关键裤衩我也没穿。你没穿。裤衩我也没穿呀、啊。怎么了？你也要？这孩子要裤衩干嘛呀？别着急、啊嗯，我寻思到了公海了，还不放纵一下是不是、啊？甭说这没用，我没带着。你来吧，你这要不各位退票了啊？有几句话 啊，有几句话啊，一般这儿啊，袜子啊，啊袜子啊，袜子面上没戏法，没戏法，袜子里边藏不住。好，哎，袜子往手上一扑，我现在没变啊，哦、没变，我就说这个流程啊，袜子往手上一扑，说声开。没有啊，这葫芦娃隐身。遛娃是不是？这是开玩笑啊！就这套买卖画，我一点都不变 啊！快来，我给你来出来啊！看着啊，真变啊！不是用不用打个针？不用不用，打针不是。袜子面上没戏法，袜子里边藏不住，这叫亮脱呀。袜子面上没戏法，我知道。袜子里边藏不住啊！给您各位瞧一眼。袜子面上卡带了是怎么着？你往后继续呀！您倒是，袜子面上真没有戏法。我知道，我们知道。袜子里边真藏不住，真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嗯，说声开。还真不错，你还变双鞋来啊？好不好？这是真功夫。谁的鞋这是？啊，你的，你的，来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来，昨儿找你借的，今儿还你。来来，来来来来，给你，写你。怎么还拿一相机回来呀？您这个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谁犯错误了？这是什么相机啊？不是，这照片我能看看吗？人压根就没照你，人家。我今天怎么还没穿衣服呀？这个。昨儿晚上就不要发了。你借的我还回。这是我的鞋啊！内联升支持国货啊！这袜子是袜子，您等会儿啊，您这玩意儿便携是不是？废话，我什么都没带着。那您这不属于吹牛吗？您是强词夺理。废话，您都说到了。您要说今天哎，德云社大型魔术相声晚会，对不对？我就准备了。咱到底干嘛的？是我没准备，所以说不能轻易的真按古典戏法给您变出来。那您别说大话。您这意思我有点扫兴了。啊，多新鲜呀！这样吧，各位，今天这场不让您白看见我们哥俩。什么意思啊？刚才这个袜子这个戏法，咱不没变成吗？没来好。正式给您变一个吧，正式来一个。来什么呀？因为在德云社学艺之前呢，我还拜过老师。哪位？专门拜过老师，学过叫气功魔术。气功魔术？对，之前我也是变魔术，现在说相声、啊、咱们中国自古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女怕入错行，男怕嫁错郎、嗯、这个话呢就是您先等会儿，您可能说反了，您这你有点 out 了啊啊！就我怎么我就 out 了？女怕入错行，男怕嫁错郎。女怕嫁错郎。现在男的也能嫁郎，对不对？不是，就说男女他都害怕，就是怎么都得嫁郎啊？怎么都得？就是男女都害怕人生道路出现偏差啊！之前学的气功魔术是会这么一手，但是没专业从事这工作。你又说大话，跟我会的。我会的啊。你会什么呀？不骗您，切，四个大字，嗯，口吐莲花。哟哟哟哟哟哟，妈，那鞋塞你嘴里了是不是？鞋，我吃你鞋是怎么着？口吐莲花，不是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不知道啊，没听说过。我也不是吓唬您 啊，快别吓唬我们了。你同着各位啊，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怎么样？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这么厉害呢？得病了！你要这么说，哎，嗯，你拿过一张四楼那披萨，我跟你说啊，我抢不上，抢不上，我能给他吃了。那大妈一下滚，你就飞了，你飞了，你飞了。所以我们都花钱吃了。你连那冰牛奶你都喝不上，是是是。我拿水能喝，你拿我披萨，我能吃，你知道吗？我光喝吗？啊，喝完我还吐出来。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有什么的？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我拉出来也不是披萨了，你知道吗？是啊，我拉出来成 DQ 了，你知道吗？ DQ 了都是。你真恶心，这人不就这个？有什么的？你听我说完了好吗、啊、不要给我打岔。谁给你打岔？同着诸位观众朋友，给我拿过一杯水来啊，甭管是海水是淡水都行啊。齁齁死你！哎，拿过来，吨吨吨吨吨喝下去，啊、哎，到肚子里这儿，我咽下去了。具体窍门不能跟你们说啊，啊丹田以上。丹田以上，你家丹田在这儿，你家丹田。我腿长，兄弟，我肚脐眼在这儿呢。好，我腿长。你们也不协调啊，你这边。我打这儿就分叉。哦，打那儿就分叉了。打这儿就分叉了啊！你甭管了，哎，反正丹田在丹田上面啊。多注意吧，反正。骑马蹲裆是站好了啊，叫丹田一力混元气。丹田啊，你听混元气。啊。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土球啊！你祖玛你是、啊、一个水晶球哦，水晶球。这个水晶球，嗯，绕着咱们这个剧院，皇家剧院，唰唰唰，转三圈哦，转三圈、啊，最后就停在这个位置哪儿？不要半空来高、啊、半空来高，水晶球缓缓的展开，变成一朵水莲花哦，打开了，哎。见过吗、哦、我没见过。确定没见过？我真没见过。您不光是水莲花，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透明的小王八。见过吗？没见过。小王八还说没见过啊。哎，特别刺激啊，特别刺激啊。就是您要是录像呢抓紧时间，因为大概呢有这么三四十秒左右吧，就三十，这个水莲花一合上 啊啪掉地上、嗯、还是一滩水。张九龄会的戏法，口吐莲花。小王八啊，小王八在莲花上，小王八还叉腰呢啊！哟，一说叉腰扣没劲，叉腰呢，小王八啊，
真会是吧？小王八说真会是吧？你等会儿你有完没完啊你啊？小王八还揪我？我废话，你往这儿站。透明的，透明的，不是纯黑的是吧？不是透明的，透明、啊、透明小王八，确实会，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对，能把小王八变出来。各位鼓掌，咱让他变一个行不行？必须的，你看了吗？变一个，今儿不变都不行。郭麒麟甭打算再上来，我跟你说啊，是，来，真来这个，对对，来，那也行，各位，啊、也行，各位、嗯，我不能驳您面子，多新鲜、啊！哎，但是我变这个我有小要求，什么要求？我需要锣和锣锤儿。您要这玩意儿干嘛？因为我是传统行业呀、啊，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变。我师傅教我用锣和锣锤请神接仙。怎么还封建迷信？不是迷信啊，我就这么学来的。就这么学，锣和锣锤。我跟您这么说，我们这属于德云，也不太属于德云社啊、嗯嗯。这个剧院啊，没有锣跟锣锤，那变不了啊。不行不行、啊，我得看这小王八，你甭来这套啊。咱啊，你回去照镜子不好了吗？我就是按照你的方式定做的，咱啊找个东西代替一下。没有东西啊，您各位谁带着锣来的？没有东西啊。有没有听相声带锣的、啊？听相声谁带锣呀、啊？现在都甭带锣了都，都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拖延时间，来过来过来。嗯，这样吧，没有锣吗？同时各位，哎，拿您脑袋当锣。对，是什么？拿您脑袋当锣。我去你的吧！我观众想看来不来？行，没有说拿我脑袋，拿脑袋当锣，来不了，来不了。拿脑袋当锣，观众想看来不来？你这人冲着外。拿脑袋当锣来吗？你来，你来，凭什么呀？对不对、啊啊？拿脑袋当锣，拿我脑袋当锣。照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儿、哦。是不是有扇子吗？啊、行行行、啊，就来这扇子啊！啊，有扇子，就正式开始了 啊！各位，海上，请您观看一眼，哎，刺激的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啊！太好了、啊，我得看小王八啊！一二三，二，二，这是咒语 啊！我知道，我没问。一二三，二二三。你乐什么呀你打我齁疼你乐什么呀变呀变呀整个一哑巴锣你看没哑巴锣别提哑巴哑巴怎么哑巴锣呀光敲完不出声啊什么您呢不出声我这都啪啪的孩子都嘎嘎的了还不出声呢还您听哪锣敲出啪啪我废话我可不啪啪您这啪锣音锣音是通通什么通通通你找别人吧你怎么的我这出不来那声拿嘴学哦用嘴打架拿嘴学通通、哦、是吧一二三二二三通通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咱俩不是我通通了啊你得快点通通啊你得嫌我慢了还来来 来, 来快点啊、嗯、一二三二二三通通这好吧他说你有疯牛病啊你这个人咱俩锤到罗明通通一下试一下嗨您早说同步 啊别找麻烦啊再来一二三二二三通通、跟随师父上茅山通通茅山有位毛老道哐哐师父对我把一传哐哐教会徒弟整八个哐哐逗乐了小男孩只一人哐哐道有七位成了仙还能连上哐哐因为我贪玩没得到您轻点哐哐师父把我赶下了山哐哐嘿嘿赶下山来无事干哐哐我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倒卷帘哐哐卷帘哐哐帘哐哐乐意安来吧再哐哐帘还拼音的哐哐倒卷帘呐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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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呀我的妈
那位也都说了，嘿，什么？哎，干嘛？变呢？啊，我先试试锣。哦，我拽死你！我，你往这站，笑话吧？你绝对小脑萎缩，真的，你拽人用手绢拽，你这人，我拽死你！我什么？你什么试试锣？您倒变试锣，没法变，我想变没法变呐。为什么呀？没有水。这你看哪有水啊？下回早说行不行？拿水去，你等着啊！拿水去。这酒不行，酒不行。这什么酒啊？我想看红色小王本了。这什么酒？我看什么酒？不是，不行不行，这酒不行。不各位必须支持德云红酒。你甭废话，甭在船上打广告。师娘，你看到了吗？你先等会儿。你甭说。师傅，师娘，我爱喝德云红酒。师傅师娘，我要喝德云红酒。优酷录啊，推镜头快点。不是，你先等。我只爱德云红酒，坑王府小吃。行。小火锅，小脆枣，有完没完啊？您这个。这不给师娘看的吗？这不是。这脚真瓷实。拿水去，拿水去，快点。早拿水有这事儿吗？自找麻烦，这人呢？这。各位，这个游轮马上快回家了，您往剧场里一坐，咱怎么玩不是玩，对不对？哎，一会儿您配合好了，咱给这小子玩死，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好不好，朋友们？德云红酒，好。快点，快点，快点！不是真的，咱就说着吧，各位，你说对不对？不，您来游轮，您就是开心的事儿，对不对？咱配合好了，咱一块儿，哎，这人叫王九龙。咱哎，您看我眼神，咱们一块儿啊，给他折腾得够呛。完了呢，九龙一高兴，一会儿给您一人发$500，嗯，多好呢，对不对？快，我去找他。腿脚还不利落。行，这一脚踢的。行吧。哎。啊，是。还挺闲，你是不是从海里拐的？不是。后台有水壶，真的吗？我给你倒的，先倒。后台有点远，在那边。行吧，你这怎么还是咖啡呀、啊？你先拿。你要是咖啡，一会儿就变出来，就小王八就黑的啊！不行。行，我也打一杯咖啡。不行，不要，我真有咖啡。不要，行啊。是，嗯，这有水，行，您差不多，您就上多了。行吧，这水不够，也不够1.91米的王八一样。够。哎，行，来吧，正式请您观看、啊，正式开始，大型科幻。小魔术，甭捧了，到底什么呀？大型科幻小魔术，这回变了。口吐王九龙，口吐莲花啊！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口吐莲花啊！正式来了，你先等会儿，你先亮，先亮着啊！你有病是怎么着？没有，咱这回可是正式开始了，正式了，水也有了，谁都别逗了，什么都全了是吧？好好的，这孩子也不要乐了，好不好？凭什么呀？咱呀。咱这么着行不行啊？就是您该怎么请神请神，我要请神，该怎么接仙接仙，我的事儿。咱能不能把这罗锤免了，咱就不敲了？那不行，那不行，就直接说，那绝对哐哐，不可以，不可以的。怎么呢？你没有罗锤，我变不了，必须得有罗和罗锤，必须得敲。对，必须得有，必须得敲。那能不能我自个儿来啊？你自己来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什么呢？你自己来，你不实诚不使劲，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瞎耽误功夫。我跟那么说 啊，我肯定使劲。那你试试，观众要不过关，咱可不能往下进行。不用，来来试试，试试，试试啊，试试。观众的口号为令啊！行行行，我自个儿来是吧？来来来，好好好啊！哐哐，行吗？不行，哎，不行。不行，不是你哪个耳朵听见说不行的？你告诉我，我哪儿都听见了，不行。你看、啊，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就爱听这我有点讨厌他，我有点啊。什么样的对不对？行，再试试。使劲呢、嗯，使劲，哎。哐哐，行吗？这个不行，不行，差不多得了。不行，行吗？不行，哎，不行，行吧，那宝贝儿，你说行吗？我听你的，喊出来，行吗？喊出来，啊，不行，不行，不行，再来了啊，不行，再来啊，
非得死他手上，我跟你说啊。哎，行，通通行吗，各位？行吗？行吗？行吗？你说行吗？行了，行了，行了，啊、你早说行，应该低下来了。正式开始，开始。你这个锣音可不能断啊！锣音一断了，神仙就回去了。所以说你在敲锣的过程中呢，不可以说话。哦，不能断是吧？哎，不能断，一说话锣音断，神仙走了。哎，怎么意思、啊、这个？那个环节过去了 环节过去了。这您放心啊，嗯、我肯定不多说话。哎，我一句话都不说。哎，有你一句话，我有你一句话、嗯。你看我把这口水喝下去啊，喝下去要吐还没吐的时候呢，有借您一句话，法术才能成功。我说什么呀？您这会儿啊，看我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您得前腿弓，后腿绷、嗯，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张九龄。不是，谁的张九龄啊？谁的张九龄？尊我的法号，您叫我的法号，那个单字一个，门把姓门把手的把，就咱们开门拧那个门把手的把。哦，姓把，哎，把啊，叫什么？单字一个鼻。哦，把鼻。对对。这是我的法号啊！这什么倒霉法？把鼻，毛老道给起的。这不该他叫的吗？不应该是、啊、毛老道给起的。毛老道就这儿，把您倒是喷的。借您这句话，口吐莲花，小王八啊，好帅啊，好不好？来啊，来来来，来啊，来、嗯，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行了。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孙伯龄，哐哐，五请桃花女，哐哐，六请老济公，哐哐，七请猪八戒，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小子玛利亚，哐哐，十请苍井空，哐哐，给我站着。你甭给我装孙子，我跟你说，打刚才就四句来回数，我就懒得理你，你知道吗？你们这跟传销似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你看见我摁你一下吗？我这我以为再来一番呢，我以为像话，你怎么过去了你？怎么了？没这过去，这是我咒语的安排。你什么？你先等我。请神接仙，凭什么打我？这酒请什么小子玛利亚、苍井空，这都是神，还优酷录着像呢，那玩意怎么了？那都是神仙吗？那个？这谁呀、啊？谁呀、啊？那是？你少废话，谁呀、啊？少废到日，你少废话到日本怎么了？这个咱说实话，人家是名人，什么带仙气儿就得请，他就是个人名，他就是他带仙气儿呢，这都是名人，都是神仙的一范围之内。带仙能火着吗？必须得请啊！嗯、那就怨我了。对，可不怨你吗？那我忘行，那就错了，那接着来，接着来。什么接着来呀、啊？接着请各位，我说没说锣音别断，锣音一断，神仙回去了，知道吗？回去了，我眼瞅着那谁冲我就走过来了，哪儿呢？你看不见，你肉眼凡胎你看不见、嗯，我还找呢。从头来吧，打头来啊！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苍井空，哐哐来了，哐哐。完了，我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回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换一把法器，嗯，早请早到。这也坏了。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如若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仙，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腊月二十三，哐哐；堂官祭灶，哐哐；姑娘要花，哐哐；小子要炮，哐哐；厕所收费，哐哐；尿尿五毛，哐哐。
嫌贵我不尿，什么乱七八糟，通通憋得我挺着急的，这都不挨着，通通游轮生活多美好，哎，通通赌场一定远离了，通通哎，若想幸福万万年，通通听相声，通通哎，腊月二十三通通场馆记得，抬头观看，通通众仙来到，通通众仙，众仙，众仙来到，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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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再大点声啊！爸比，您倒是喷的，我全咽了。我谢谢你的吧。